达拉斯呢是真的是很有福气的地方哈、哦。那么元英老人呢，在大陆是号称十大修行者之一啊。我们今天能够请到他到达拉斯来跟我们开示啊，实在是非常有福气。那么这个呢因缘呢，我想都归功于我们的啊赵老师赵医生哈、哦。那么详细的情形呢，我想请赵医师呢来介绍我们元英老师傅哈、哦。那么这一次元英老师傅能够到达拉斯来呢，还是归功于我们赵老师的一片苦心呢哈、哦。那么现在请他啊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元英老师傅，好，谢谢。嗯，刚才说这个我不敢当哈，实际上是大家的帮助和缘分哈。那么我来这里的话，我在达拉斯受益很多，而且的话呢，老师来的时候呢，我们成立了一个菩提学会，也是大家帮助成立起来的哈。如果说没有大家帮助，什么都做不了哈。所以呢，我只是一个牵线人而已哈。那么为什么想要把老师请来呢？因为我来到美国以后，看到美国真正是一些啊学佛多年的人呢、啊，非常诚恳，而且是非常那个啊用心的在修行。那我感觉到老师呢有很多丰富的经验。老师从19岁开始学佛，现在已经整92岁，虚93岁了。那么老师的那个，我们看到哈，修行人和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啊，就是不但是一个高寿，而且他的精神面貌和他的整个的状况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想老师现在在大陆是公认的，就是啊，大家都是知道目前敢于给人家印证其就是明心见性问题的没有几个师父啊。那么佛教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明心见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呢，就说像老师这样的修行人到美国来，对美国的广大的修行者可能来结缘可能有很大的益处，尤其老师的丰富的经验哈，对我们会有很多的促进。因为在当代来说的话呢，大家学佛，但是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学佛要抓住根本，根本的问题就是明心见性问题。但是一般来说明心见性真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是高不可攀的事情。老师有他自己亲身的修正和体验，而且的话呢他真的是各宗都通，他从19岁开始学佛，那么天台宗啊、华严宗啊、禅宗，老师禅宗方面是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有专门的一些著作都是关于禅宗公案的哈，像碧岩集呀，像那个哈很多其他的一些著作。那么另外老师呢对于密宗也很通啊，他曾经跟巩嘎活佛啊修整个的把恒河大手印修下来啊，而且不但是修下来，而且是和他自己的这个啊印证方面来说也不是一般的。所以老师还有一本著作就是专门是恒河大手印。老师对于大圆满法啊，红密的大圆满，白密的恒河大手印啊，就是各宗啊，还有像平常我们啊多半人修的普准那个啊准提佛母啊这些啊，很多修行方法老师都是非常熟悉的哈、啊。所以不管密禅净他都是非常熟悉，而且对于净土方面啊怎么样子通过念佛来达到明心见性，老师也有他自己的见地。所以呢我想呢跟老师来这里跟大家结缘，可能对于他啊对于我们的修行会很有促进。老师是9月2日到美国的，先在菲尼克斯啊，那么在菲尼克斯做了写演讲几好几场演讲，那么以后的话呢到了那个纽约，在纽约的大觉寺和庄严寺啊，沈老居士专门请他过去，而且那面朱飞居士已经是办佛学杂志几十年，他就说哇超级大师啊，应该说这样说是不算过分的，不是说是啊我们特别要说啊。那么今天呢吧我不要多说了啊，主要要听老师讲的啊，听听
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关于佛法修正方面最根本的问题、中心问题，就是那个啊明心见性问题。老师从各宗禅宗、密宗啊、净土宗各种不同的啊那个修行方法方面如何来入手，来给大家来讲一下。诸上善人大家好，今天有缘和大家来聊聊讨论各宗派的修法正体的事情。本来佛法没有什么宗派，因为一切众生同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都有像释迦佛、阿弥陀佛一样的无漏之性，就是佛性，大家都共具啊。因此，只要我们能够认识佛性，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所以，佛说是最要紧的提醒我们，叫我大梦要醒来，不要迷恋物质。我们出就出来迷恋物质。在外面的境界当真的哦，追求不已，把自己本性光明神通妙用都隐蔽了，也不知道。所以佛在因机说法，对我们不同的根基说不同的法。犹如医生看病人，用不同的病嘛，用不同的药，所以没有一定法，无定法，根本没什么宗派。但后来因为大家修行人学得自己哪一宗得业，就把自己得业的这个宗派就传给大家，而这样才分开来什么宗什么宗什么宗、哦、其实所有宗派同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归真，把妄心卸下来，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佛性啊。因为我们的佛性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而我们的肉体是生生死死的，所以我们的肉体就是生住异灭四个阶段，生下来住在世界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住的阶段不是不变化，意是变异，所以由婴儿变成少年，少年变成青年，青年而中年，中年而老年，最后死亡了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假的，不长久的。但人都弄错了，把这个身体认为是我，所以我执，有我即无所啊，我要所要东西，我要享受啊。要享受啊，就是要钞票啊，是吧？刚才一个同事说叫钞票啊，哎，那么钞票我拿不到怎么办呢？那么就不惜造业喽，所以世界上就不安宁喽，盗了、抢了、骗了、欺诈了、贪污受贿了等等坏事做出来了，社会不安宁啊，世界就不和平，在打仗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迷于本性向外追求的恶果。佛就慈悲我们，你们这些众生啊，都像我佛一样不生不灭啊，这个佛性常住的不知道，冤冤枉枉的一个造业受报，受生死之苦啊，你不要造业，你们这佛性能与众宝啊，奇奇妙用的啊。我们大家知道佛有很大的神通，外道也很大的神通，这神通从什么地方来啊？就从佛性来的。所以我们的这个佛性当中就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啊。这些东西呢怎么不现前呢？就是因为我们追逐外境欲望太高，
就像太阳啊被黑云遮住了，光明发不出来了，所以不行了。因此佛就教导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修掉我们的这个一切执着妄想，而恢复我们本性的功能啊。所以现在就有净土宗用念佛法门把这妄心念掉，恢复我们的本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阶段末法时代，就佛圆寂了2500多年了，佛说圆寂500年那正法，1000年那就是相法，就是只讲名相不讲真的修持，1500年之后那就是末法，现在是2000多年了，所以现在是末法时代。末法时代人的根基很差，业障很重，所以修法看起来是净土中最为恰当，因为净土中啊方便简单扼要，这念一句佛号你别的不懂都不要紧，这一心念一念下去，把你的妄心念空，妄识念断，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那边是莲花化身，不是父母血肉之躯，所以在那边就可以一生成伴，叫一生补处，就等于从前清朝做官呐、位置还没有了，官的权还没有了，后补道等着吧，是吧？就一生补处就后补福，就能成佛。但是修这个法，要像佛菩萨所讲的用功啊，诚心诚意啊，专心致志念这句佛号啊，那才成啊。释迦佛教导我们说，要这此名号，这就抓牢，此是锲而不舍，就是用这个佛号和我们的心合在一块儿，我们的心时时刻刻的都是在这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是心佛道教打成一片，所以我们就能得到真实的受用。就在这个世界上，不要等死的时候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真实受用。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妄心空了，息下来了，就不执着追求了，我们向外执着追求就苦恼了，追求的时候求不到，也求不得苦，烦恼得很，求到之后又患得患失，要保不住啊，这东西要把它保住才行啊，怎么能保长久呢？所以时时都在烦恼。你真正把心念空了，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假象，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所变现的影子，没有真实的东西。比如这个房子现在这么好造的，造房子时是不是要先打个图样呢？要打图样是不是要动脑筋啊，构思设计啊，还是西式的还中式的，还造几层楼，造好之后这房间派什么用场，都要规格好，而且要把造房子的钢骨水泥木料砖瓦都写出来一个数据啊，然后工人正根据这个图样把房子造好。这个图样是不是我们的佛性没有用啊？是啊，不是佛性怎么能够大脑构思啊？我们一口气不来，这个老神经还在，它那是能动吗？不能动了。现在科学家就说，我们看东西啊，也不是光眼睛啊，是大脑视神经作用啊。大脑视神经坏了之后啊，你眼睛看不见，所以现在能看是大脑视神经的妙用，这话说得很对，视神经坏了眼睛是看不见啊。
但是大脑视神经是相当于电线，眼睛相当于电灯泡，电灯泡和电线组装好不通电等能量吗？等于不能量，一定要通电之后才能量。所以光是视神经起作用还不够全面，因为我们的这个视神经和眼睛还要靠我们的佛性其光明朗照的力量才能够看到。所以这个我们脑神经呢就要用电，电就是我的佛性，所以电就相当于我们的佛性。你电我们眼睛看不见，这个灯亮了，电风扇转了，晓得哦，电来了，电来了，啊，电的无相，我的佛性同样也无相，在这作用上显现。我们能够动脑筋画图样，手来工作，脚来走路，眼睛看东西，耳朵听声音，这一切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所以离开佛性就一切相都没有。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佛性造出来的，是我们佛性变出来的，是我们佛性把它造成功的。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们的佛性造成影子。所以世界上一切诸相，宇宙万有，不论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男女老少、饮食起居等等等等东西，都是佛性的变现、创造、发明，一个佛性都一样都没有。所以佛在《法华经》说：“唯此一事实，于二皆非真。”就是也有只有我们的佛性真实的，它是万物的主宰。离开佛性一样东西都没有，所以是宇宙万有的主相都是假的，是空花水月。像空中的花，空中有花吗？没有，眼睛有毛病有异了，看出去有多多的花在飞舞，所以空中根本没花。水月，水滴的月亮影子你捞得到吗？捞不到。但是我们人愚痴，把世界上一切假象当作真，在这里捞，进了毕生的境界，捞了很多，捞了结果是一场空，一分钱带不走啊，是吧？所以我们认识世界上一切假象都是我们父亲所现现的影子，我明白这个影子不可得，不去追求，透过影子来见佛性，那就是佛的教导我们。现在我们因为妄念多端嘛，都着相啊，当真的，所以佛就叫我们修净土宗吧，你们来念佛吧，用句佛号把你妄想妄心化掉啊！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要只走外境了，外面东西都是假的，不可得啊！你一切生活就随缘任运就好，随缘任运就是各有各的因缘啊，各有各的运道不同了、啊。所以人做事同样做桩事，也能成功，也能失败，什么缘故呢？就是有人有缘，他的缘足；这有人就没有缘，他不成功。缘从何来？运从何来？缘和运都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事力，叫一感缘起，造的业感得因缘。假设我造的善业，都感得这种善缘，都是各方帮助，所以事业成功。假如过去所造的是恶业，那么就没善缘了，就处处都是打劫，是就处置事业不成功。所以我们都要任运随缘，不要这个勉强追求，勉强追求求不到。所以佛就教导我们做人呢、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的人呢、
一个人生在世，顶大的年纪100多岁，小的还没有这么的年龄，这佛已经看来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一生的事何必苦苦的那受苦呢，受罪呢？你潇洒自在的人活得很不好吗？所以教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都是假象，不可得，不要去追求，你能放下随缘过活你就好了啊。所以教导我们的事情，就我们一时做不到，一时能够放下来吗？放不下。对，教我们的方法，你们念佛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早要念佛，晚要念佛，把这佛念得我们就主人公还行。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的第8代祖师啊，他念佛就是说，我深深唤醒主人公，我念佛的目的不是求西方的阿弥陀佛拉我到西方去，而是用符号把我自己的佛性还行，不要迷于事相。我们现在都昏迷执着外界的东西，是物质当真的啊，迷于跟外界的物质追求不已，是造业受报。你醒了之后就不要造业受报了，各一个的缘呐，是吧？你过去是3年造的少，你现在应该要受点苦。但是在受苦当中，我们再做善缘啊，再做好事啊，就会改啊，你的苦要转成善意，哎，那么你要会想佛，不是一定就是受苦到底啊。我们佛教当中有一本书叫《圆了凡四训》，你们大家都看到，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命运不是固定的，哎，随时改变的，因为我们的因果时时在变动，就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了，是吧？过去造的因，现在受的果，现在受果又造业了，又赶来世的果，所以因果循环不已。我们只要做好事，就能把恶业改成善业，厄运改成善运，不是经常受苦的，都是。所以我不必去看相算命，就做好事好啊。所以我佛教说，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我们做好事，用到智慧病根。哎，所以林了凡他的本身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他本来是受苦，他本来考取，从前是后举时代呀，考取举人啊什么的考不取，哎，几次都落榜。后来叫了孔铁锤给他算算命，孔铁锤算命算很准，就叫铁锤，所以不二。说你比考了，你的运道根本不好，考不去，没管运。你也养不出儿子，没用。所以这个袁了凡就心灰意懒，哎，不就再去考举子了。后来碰到哎云过禅师。和他讲了之后才能知道，我给你功过格，你做好事顶红点儿，做坏事就顶黑点儿，你满纸是红点儿，你去考你就能考取。他听了教导就尽量做好事，动一个坏念头都顶黑点儿，一下子都是红黑夹杂都有啊。再后头改，把所有注意的恶念恶事都改光，满足的红点他一考就考取了啊，使人的运道会改，考取了做官呢、啊、有权呢、啊、有权子更好做善事了、啊、所以每逢这个荒年的时候，穷苦人纳税纳不起，他不要人纳税免税，他开仓放粮救济穷人，所以他这样一来儿子养出来了、哦、哎。所以我们运道会改变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哎，在我们多做好事，所以净土宗说法就这么好，扼要简单告诉我们：一心念佛，众善奉行，诸恶不作，念命终时就能预知时至，往生净土。这是非常好的法啊，适合我们大众。因为现在我们
这个末法时代呢，一丈重，根基切，用这个法是最恰当。但是我们就好好念佛，不好好念佛，想找窍门偷懒，那也不行了。现在很多人自己造出来的不很用功的话，他是说三心念佛待业往生，我们念佛的时候不要专心致志，不要成清清晨晨，只要一面嘴里念佛，一面心里想心思好了，动脑筋好了，不要紧，可以待业往生。真的做得到吗？是做不到。那个莲生大师说，念佛再多，身心再少，何来？就为什么呢？念佛的人多，身心人少呢？因为念佛心不痛其故，念佛这个心啊，不自生恳切，不是真为生死，而是浮浮烟烟、马马虎虎，所以心不专一，升不到西方去。那个紫白禅师，和汉山大师，他们度诵。我们假如念佛的时候，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一突然，嘴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想不想心思，喉咙喊破也没有用，因为你心不专一，念着这个世界，念着这个世界，你就真希望去不了了。我说缘故，古德说一句话叫“抱状摇炉，无有是处”。因为念着这个世界，你不放手，你走的时候等于上了船之后啊，这个船缆绳扎在岸上那个桩子上，没有解开，你船上去摇橹开船开不动啊，就是摇橹了，你开马达也开不动，你的这个缆绳桩子岸上桩子扎紧了，你怎么走得了呢？就念着这个娑婆世界，你不放手就走不了。这个事实我们有好几桩。我讲我们上海的一位瞿卫如大居士，这个是上海的，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和印光法师一块弘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你们都知道啊，这是我近代净土宗的大祖师啊，弘扬净土不遗余力。这个瞿卫如大居士是他的徒弟，跟着印光大师一块弘扬净土，造佛寺、塑佛像，为佛菩萨装经，宣扬弘扬净土宗，不遗余力修法。但结果能生西方吗？没有。什么缘故？因为他是中国银行总经理，他管这个金库的，他总经理，他临时时念着这个金库，因为这里面都是珍珠宝贝，钻石地器什么美元法郎都是金条，都这些东西，他念着这个金库了，手在边上走不了啊。所以说念着这个娑婆世界你不肯放手，你想升西方升不上去。所以我们真正有人升西方这个世界，所以就一句弥陀佛，心念具足，心意具足，心是欢喜，欢喜愿意到西方这个去，业是业力所迫，娑婆世界我要离开，赶快离开。所以一句弥陀佛，心念具足才行。你要是念着这个娑婆世界，你想升西方是很难。这个非但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次名号，若一日二来日七日一心不乱了，我们念佛要念到这样子了。大势至菩萨同样告诉我们，
大势至菩萨是念佛成功的，是吧？他又在西方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下身啊，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众生，广度众生。他告诉我们念佛要都是六根精灵相继，我们念佛号要把我们眼耳鼻舌心意通通用一句佛号抓住，不要动，这六根都不要动，那么才能够入念佛三昧，得念佛三昧才能一心不乱。只要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净念相继四个字儿看起来很浅显，净念就是净土中的净啊，好，安安静静清清静静的念的净念，相继继续不断，就念阿弥陀佛继续不断，那么是净念相继吗？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说净念者要将我们能念佛的心所念的符号也是脱掉，那一念才是净念。所以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一念佛，念念都是如此，那么我都是根尘脱落，人属双亡，那是我们正是净念想继续不断。所以我们有很多净土中用功的人，他真到这个地步他害怕，他说我念佛念到后面我念佛号念不出来了，没法念了，我也怕落空了，我要依靠阿弥陀佛即应生息，现在佛号都没有了，我落空了怎么办？他不知道这是正好的消息，因为我们能念佛的心是妄心，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因为有字有句有句，有能看见能做什么，这个心都是妄心，真心是无字无句，无相可见，所以这不是真心，要把我们的妄心念掉不动了，符号自然念不出来，那就符号就自然会脱掉，所以不要怕落空，不落空，为什么？你知道你不念佛了吗？你不是不知道吗？你知道无佛号念不出来了啊、哦！你别怕落空，怕落空还是有啊，并没有空啊，是吧？所以念到那个无人念无所念的时候，正是信佛道教打成一片的时候啊！我假使念到那个地步，空是空了，身心还在，世界还在，还没到家。这时候我们不能念了，我就不念，就看着我这个一念不动的地方，看着它，就是如毛不处厉害，毛就是我们看着这个念的正念，处就是妄念，这时我不能念了，妄念不能动，妄念一动就把这个毛要扑上去，哎，不要动，是真正看到能看之心所看的念头一时脱落，那真正脱掉了，就是你的身体世界都化空了，都化空了，但是你的真心就现前了，不是就断灭了，没有东西，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真心不在别处，真心就在我们自己密门放光，现在我们能看东西也是真心的妙用，能听声音能讲话也是这个真心的妙用，他时时在我们面前放光，就是我们不认识他，所以禅宗一句话说得很好，滋味太亲切，就在我们面前放光嘛，反应界的词太亲切了，没有离开一点点啊。所以道教也说，道也在不可虚云也，可离在非道也，大道不离莫前，就实实在密门放光，就是我们自己不认识啊。所以弥勒释迦佛说是指点我们，
你们的这个心就在你们面前放光啊、哦！哎，从前一个义净王是印度的，我一个大师，他说你净心了没有？这大师说我净心了，哦，你净心了，那么心在什么处啊？我怎么不见了？这个大师说心在作用处，你起作用嘛，你就见了。什么作用呢？他说在言要见，在耳要闻，哎，在背要嗅，在色要尝，在手之作，在左运本。你看都是我们日常妙用吗？所以说参与吃饭就神通妙用嘛，哎，举行动力就错误啊，因为能够穿衣能够吃饭是什么妙用啊？这福性也妙用嘛，不是福性这个身体不能动啊，一口气不来，手也不能动，能可以拿筷子吃饭吗？能可以举起手来穿衣裳吗？所以穿衣吃饭都是我们的福性妙用，而我们不知道。因此禅师就说你们大家坐在饭炉边，误食人无数。坐在饭炉边，饭炉里面有饭啊，你不知道去吃，就在那里误，挨误误食，这自己上当，就是我不认识这个佛性。所以，我们念佛要知道，我们念到无人念无所念时呢，正好。有的时供真的是升到了，就在这个不能念时，一时就脱掉。就圣性实在化空。假如这功法起已经不能念了，但身体还在念化空，那也不要紧，看住它，看住你这个念头不起处，哎，你的尘一起，你就不要跟尘这个念头不要动啊，或者把你的佛念一起，阿弥陀佛一起，把它化空。这恭候就等于烧饭的火候一样，到了忽然之间就脱开，就见到本性了。哎，所以净土宗啊就是禅宗，他能打开本性，见到本性。哎，这也净土宗里有这句话，就是说花开见佛悟圣，有这句话。哎，但是一般人把这句话误会了，以为是这句话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住在莲池里，莲池的胎包包住，等莲池胎包打破了开开来，那么我见到阿弥陀佛了，那么我再开悟啊，都这样解释了。其实不是这个解释，因为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住在莲花胎包里，它是莲花化身，我们就生出来，就人就是等于小毛头一样就生出来，就天人生出来就是这样子，也是化身。西方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就生出来了，不是做了莲花胎宝。做莲花胎宝那是什么？那是遍地遗尘，不是西方净土，就等于我们现在不是大喇嘛寺，是大喇嘛寺的边界教区，不是西方。你真的升到西方，凡圣同居土，他是化身就成就了，哎，他不做财宝你。至于观经说下品下生的人有很多经之后才能化开净土，那是我们自信心，自信化不开，见不到本性佛，因为那是凡人同居土，你还是凡夫，你还证不到佛性。证了佛性，那你就成佛了吗？这不是凡夫了吗？所以我们的化开净佛悟无生，就在我们娑婆世界就能做到。就是你念佛念共生，心花开开来，见到本性佛，这个本性佛就是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的法身千佛万佛共一体，就是一个。怎么叫共一体呢？比如说这个地上的光和这个地上的光，光光相参，没有妨碍，融成一片，就是一个法身。
但是法身还是隔壁，释迦佛释迦佛，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啊，所以非一非二，这法身一不是一，各个佛各个佛，比如我们有我们的法身，你们有你们的法身，一样啊，隔壁都有，但是一非二，一无他，光光交色无用，交色无非有界限，融合一体，所谓叫做无二。哎，所以佛法就很微妙，所以非一非二。哎，认识这个道理，我们去念佛，很容易成就。哎，就一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妄念打退，自然就入定，就证到念佛三昧。就证到念佛三昧不是难事，有人很害怕。哎呦，这个三昧很难啊，不容易做到啊，怕，不要怕，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佛性，不是谁有谁没有，都能做到，只要我们肯用功，肯舍弃一切。讲到修佛法，是要大丈夫的气概才行，对，大豪杰、大英雄能放手舍得起东西。假使小家子气，这也舍不得放，那也舍不得放，那修佛法就比较难了。其实你抓不住，你舍不得放的，最后还是要放，啊，因为都要死啊，死的时候不得不放啊。我们何必不开点智慧呢？将来总要放的，何不现在就放呢？现在也放不成大道了，不好吗？但是将来不得已而放，那不是已经死了吗？所以修佛法是开智慧的，哎，所以我们有一个智慧，有个明白啊，哎，所以净土宗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要如法修持，哎，它是三根布施，就上中下三根一起都可以摄得进来，就上根人能够开悟，能够见性，能够上品上身，像下根人虽然不能开悟，这一心念佛不定的娑婆世界，能放生娑婆世界，也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得下品下身，所以三根菩萨八教应该正好的法门啊。净土宗和禅宗并没有分别，禅宗就是比净土宗直接指示，不要转圈子，禅宗的师父直接指示我们，哎，你就是佛，佛就是你，不要到外面去找，怎么会是佛呢？因为你能动能听能闻，这个就是佛性的妙用吗？就是佛吗？你认识他就是啊，你不要跟境界跑啊，是吧？所以禅宗是最好，比净土宗还要好，但是要根基大，经过一点知识你就知道，哦，这是佛性啊，不错。哎，譬如我们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开悟，就是我们要断，把这个念头断掉，什么都不要想，这前念一断，后念为起，当中一点点都没有的时候，它不是了了分明吗？它并不是像那个桌子没有知觉，它是了了分明啊。这了了分明的是谁？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嘛，这就是我们当人的福性嘛。那大会告祖师指令他的学生说，你前念一断，后念为起时，当中那个一念不生时，不是你是谁？不是你是谁？你那个时候要猛着精彩，一把擒住，就是你要开大智慧。那个时候，哦，这个时候一念不生时就是我，认识他就是一把抓住，啊，不要听其注视。他说，有人想一想，这个是不是我啊？坏了，那就是疑问起了啊。所以就是念头生了，念头一生就被乌云所遮了，所以这个禅宗是
最好一个钟啊，就叫我们当下开悟见性啊。我们当下明白的佛性，是不是就成功佛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气种子在第八识里面藏住的，没有消尽，我们还不能自主，所以叫悟后正修，要修法了。怎么修啊？在世上锻炼了啊。我们有五住烦恼，这你说起来就是一念无明和无始无明。一念无明就是我妄念乱动的念头，这个一念。这一念无明分为四种住地，一种就是见一处住地烦恼，见一处就是我们的知见不正确，见惑迷惑得很。我们的知见有五种不正确的知见，就身边习取见，这五种不正确的知见，不变就两边倒，就身边邪见不无因果，没有因没有果，尽管做坏事不会受报的，你做好事没用，没受福报的，就不无因果的邪见。第四就是见取见，见取怎么叫见取啊？就是这个知见不正确，是邪见，根据自己邪见去做些坏的事，认为是很好很好很好啊。比如现在吸毒啊，吸毒精神好啊，是吧？你相信啊，吸毒吸哦，腾云驾雾了，是不是？正好享受啊，吸啊，吸得很好啊。坏了，你吸上瘾了，不得了了，把你毒死了都，是吧？人都没有用处了，所以是邪见，做邪事还认为是很好的事，是就是见取见。再下来就是见进取见，就是不是正当的见，比如说牛见鸡见，认为是这样做牛做马做鸡这样我就可以能够收了正果了。你这种见是邪见收了正果吗？不可能的啊。徒生拿灰土气来啊，但是就可以是他真的涅槃了，只能钻到涅槃吗？挣不到。所以这都是习见不正当的，是我们这个知见非常的正确。我们现在修佛法最重要的还是知见正，因为我们有五正根基不同啊。我修佛法有五种不同的根基，就是五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就是知道做人要做得好，要广为众生谋福利，要牺牲自己，正直无私，这样子做人。但是不要修佛法啊，佛法不要修，我们只要做人做得好就行了啊。所以这种叫人天称，这社会上很多，就是我在美国也看到很好多未来，就是我们不要修佛法，只要我们做人做得好好啊，我可以牺牲自己，能为他人造福，那就是很好了吗？要修什么佛法？不要修，就保持人生不死，做事善良正天，是人天称。第二种就是小称，小称罗汉称，只有凭空的真理来修法。他把实法心法分为两种，实法就世间一切有相东西，心法就是我们自己思想，它分为两个。它不晓得实法就是心法，心法就是实法，它只晓得人空，不晓得法空。所以是凭空真理修的，它只能
将来成个罗汉，就是住在十九境天，他不能成佛。哎，辟支佛同样，所以众生也是以辟空真理修的，就是辟支佛比罗汉聪明一些，因为罗汉修的是苦集灭道，他从古来反过来找因，我们怎么会是苦啊？苦从何来啊？苦从皆来，就心和境结合之后，追求境界才是苦的。哎，追求不到又求不得苦，追求到了之后又恐怕丢掉失掉，随苦。所以这苦是从皆来的，要成道啊，要修灭，把我们这些要求执着心都灭光，都是这样的心。而辟支佛是从十二因缘修的，他从因就会见果，在无佛时他看花开花落就能悟道，花开得非常好看啊，可惜时间不久长，一下子就凋谢了，哦，不久长说没有啊，从十二因缘开始认识佛性，所以辟支佛比罗汉聪明得多。接下来就是双空之理修的，就人法双空，人也空法也空，双空之理修的，用这种自己来修行的，那是菩萨称。哎，所以人也不够得，法也不够得，一切都不够得，所以能证到无余涅槃。而罗汉和辟支佛只能证有余涅槃，就是法界不出，尾巴斩不掉。最后就是佛称，就是认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是佛，毫不怀疑。不是谁有佛性谁没有佛性，谁比谁聪明一点，谁比谁愚笨一点，没有，因为我都有佛性，都是一样。你们后来要有提出疑问，你说没有，怎么有人聪明一些，有人愚笨一点啊？还是有吗？那不是佛性的作用，那是我们习气构障，就障重的作用。你的障太重了，就等于乌云厚一点儿，把太阳的光照得很厉害，发挥不出来了，就愚笨一点。这里打开来见到佛性，佛性的光明是一样，没有大小。所以我们人的这根基知见正不正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认识一切众生都觉如来智慧德相，都能成佛，所以这种法来修的，就是佛乘根基。所以禅宗就需要一种佛乘的根基才能修，所以禅宗是非常好。但是悟后之后，生死不能马上了，开悟了生死掉，增加那个见惑。刚才我们是见佛吗？就见一处爱住烦恼，这个消了。还有下面的修所断烦恼没修，修之后才能断，那就是欲爱住的烦恼、色爱住的烦恼、无色爱住的烦恼。所以这个加了前面这个见一处，共同就在四个住的烦恼。这个烦恼是什么呢？就是欲界的爱住的烦恼。欲界啊，欲界的一切色，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有，尤其是我们的音乐性，欲界的音乐性都非常大，所以男女到了发育年龄都要结婚了啊，他有这个要求啊。还有其他一切这个生出缺乏之后啊，像头发啊、指甲啊、运动武器啊，都样样都要，对吧？所以是烦恼很大，大家都想要满足自己欲望。但是我们人欲壑难填，填不满，没有满足的时候，
度了还要度，好了还要好啊。到没有钱的时候讲的有一万就好了，等到有了一万，哎呦太少，要十万、百万、千万、一万都不嫌多啊，还抓得很厉害啊，不肯放手。所以就是欲爱住的烦恼，我们要把这个看空修掉。第二个就是色爱住的烦恼，就升到色界天了。色界天呢，这个天人物质比我们欲界的更精美、更维系、更好，而且现在是色爱烦恼，就是我们到世界是入禅定了。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啊、哦，哎，二禅是喜，三禅是乐，四禅是清净，舍了清净地。有所爱住，就是烦恼。所以我们学佛法，不能有爱住。哎，假如我们修的入定，不能住了个定境，你不舍得放，贪到了乐境就不好。因此我们修心中心法讲到修一切咒就不要咒了啊，所以人家都来疑问，怎么修一切咒就不咒了，是不是成功了？这就是我们修的一切咒，如法修行，我们一定能打开我们的本来佛性，亲自证到我们的佛性。这样的证到之前，我们一定是很快乐，入禅定的时候非常快乐，不能住着那个乐境，不能住着那个福性上，一有住着变成苦就是不行，是不许这样做。但是并不是不修，为什么？刚才讲过了，欲爱住的烦恼，色爱住的烦恼，这些东西都要翻去掉它。更进一步是无世界爱住烦恼。无世界爱什么？无世界是入密性境的，叫飞翔飞飞向天，入八万大劫，这是你一念不生啊，借而常照，照而常借，因为这是很好的事情，借照不停。他有这股心在，有借照的心在，还是有住，有咒就是将来还是要投胎，所以飞翔飞飞向天八万大劫完了之后还是投胎受报，还是生死不了，不是究竟。所以是住地就是烦恼，我们都要把这个四住地烦恼都消了，这叫一念无明。还有无始无明在，无始无明就是无始以来，就是和我们有复兴以来就有的，叫俱生无明，无始俱生无明。哎，这个前面的这个四住烦恼，这等于见惑、思惑，就是个知见迷惑、思想迷惑，思想就对境身心。哎，这个、最后的无明助力是尘沙惑。就过恒河沙数的烦恼，这个烦恼像恒河沙数这么多，维系得很。过恒河沙数的烦恼要修断它，正道过恒河沙数的功德，才能断这个我们的这个法执。哎，断了法执之后才能成佛，才真正的见到真如佛性。哎，我们刚刚处处打开来，比如现在我告诉大家断，你得断了，一定不是个了了分明，你认识他，这个初步见性，这个初步见性，这是第六识、第七识转一转，就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但是这初步转就下品转，等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下品往生，就是力量很差，这是局部的，哎，片段的
不是大片的，所以悟道又升起。哎，这是局部的，哎，片段的，不是大片的悟道。所以说我们不能时时体会到我们不动，就是我们在一切境界上都要不动心。哎，不论是善经不论是逆经，都不喜欢度不烦恼。善经你就喜欢摇动，恶经逆经你就烦恼，那就不行。所以悟道又升起，这是初步转，哎，初步转第六十七识，还是说见到的是不是真如妙性体，也还是第八识，因为你习气种子还在。要等到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四诸烦恼消了，就一念无明，就是欲界爱诸界烦恼，色界爱诸界烦恼，无色界爱诸界烦恼都消了，那么我们第八识的就阿赖耶识当中的这些烦恼种子消了，这第八识阿赖耶识就换一个名字了，就换成耶摩罗识啊，换个名字，就他比较清净了。是不是已经完了一点清净，一点肮脏影子都没有了？不是，还有，因为到这个地步，才真成八地菩萨，就真成罗汉果的，就是八地菩萨相当。啊，但是罗汉不尽性，他不知道本性是什么，啊。他这一定没静定，定了你不动，他不认识本性。所以菩萨才知道这个阿赖耶识转成耶摩罗识或者成为白净识，他还是识，还没成佛，因为还有无明住地这个无识烦恼还没消除，就是还有尘沙惑，尘沙后要在我们度生当中，所以我们悟道之后一定要有大悲心起，广度众生，在做一切事物在度众生的份上磨练自己，把自己的习气磨光，因为众生习气不同，各一个的爱好，你要度他，你要顺从他，跟着他走，你自己家有主见，那么你就不能顺从他。所以普贤菩萨有十大愿望，恒顺众生，这就不容易做到，因为恒顺不是一下子顺啊。毛主席先生讲过，我们一天做一桩好事还是容易，要常常做好事，天天做好事，那就不容易啊。所以恒顺众生就不是一下子一段时间，是随时随地都能适应众生的要求，跟着众生跑啊，为众生服务，哎，引众生入我们的禅门，大家来悟道，哎，所以这个就是不容易，要在众生度众生分上，把这个尘沙惑化空，这尘沙惑就是法执。前面是五执，这个一念无明是五执，哎，就是见惑识惑，后面这是尘沙惑是法执，法执也控制八地以后的事，所以要把做到这个地步，哎，是就是最后的菩萨，就是九地十地等觉菩萨啊，才能证道，所以把这个上面的法执烦恼都消光了，就毕生舍身了了，那才真正是成佛见性了，那才真正的见到真如佛性了。在这之前不能叫做真如佛性，不过是第八识变成第九识，或者最后变成第十识，第十个识就叫做无漏垢识，没有肮脏垢的结构，哎，没有垢，没肮脏，心都清净了。所以禅宗修来
时间很长，不是一下子明明见性就成佛了，没有啊。从前一皇帝问过薛湛才知，是不是你们明心见性成佛了？没有没有，明心见性才是因地福，等小孩子刚从母亲肚皮落下地是小孩子婴儿，还等他长成，哎，那些才成佛。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行啊，所以修行不是一下子成就的。因为修行这么难啊，净土宗、禅宗，禅宗的根基要很好才行。但是现在修禅宗能了，起疑情起不起了？从前禅宗不要起疑情，师父直接开示啊，像马祖开始大悲。大悲问马祖如何是佛，马祖是即性是佛，哦，他就明白了即性是佛。现在人家说即性是佛，怎么是佛啊？我还是众生嘛啊，哎，他不明白。他明白之后是不是他就不用功了？他明白了这就是师的正性，用功每每保人做功夫。三年之后马祖派个师者去探探那个大梅，看看他是不是真正悟道。他说你去看大梅，告诉他马祖的佛法现在变了，变得非性非佛，你看他怎么样。所以这个师者跑去看大梅，哦，你从哪里来？我从马祖来。说我马祖还好吗？马祖很好，但是道法变了啊！道法怎么变啊？变得非心非佛。大悲听，嗨，这个老汉小耗人心，小耗就迷乱人心，让他非心非佛，我还是即心即佛。所以这个师子回去告诉马祖，马祖说，哦，梅子所以，梅子说了不给我的话而摇动，我说这话不是，他不摇动。我们做功夫啊是不容易啊，常常要动摇，常常退时的啊。比如我们已经打开见到本性了，你不好好用功，不继续用功，就会退掉，不是能保持住。哎，还有你做着悟道了，你心根不足，慧根不足，也会退失。第三，你虽然悟道了，你慧根、智根、这个定根都不足，听一个恶知识，就是他没正见，正人正道本性，他会乱说的恶知识，说你的那个不是佛啊，是我心啊。像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你们是一念断处，前念一断，后念为起，当中一念不生死，那就是大家的福性。叫你们有的聪明理解的人肯承认，这就是福性，这就是你们的大福报。这当中一个人就说了，这不是福性吗？因为你们这样成道，你还没法神通吗？你神通没法起来，就不是见性了啊。你听这个动摇了，不相信了啊，这就是福德不够，听恶知见的人说一句话就退道了。还有一个点就是，哎，慧根、性根、福根不大够，悟道之后没有福菩萨大善知识的加持，也会退失，也会退。还有悟道之后不好用功，哎，还要把气障消除，把你的这个天眼通、宿命通都打开，你会入胎的时候就会迷了，就入胎一迷之后你再出来你就迷了。所以入胎出胎有迷啊，就是我们功夫做的不够。哎，入出胎迷有几种不同，第一种是入胎不迷，入胎出胎就迷，
第二种是入胎住胎不迷，出胎是迷。第三种是入住出都不迷啊。第四种是入住出都迷，也这样不同。所以我们经常说有大菩萨有各应之迷嘛，各应就是入住出胎。你想想看，我们入胎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啊？肮脏臭秽的东西啊。我们父母同房的时候，我们自己这个欲心不断的插进去的，插进去时的男子受精，那个精都肮脏啊，一冲把它冲进去了，冲到那个女人子宫里面去了。那个女人子宫是青壮年吗？哎呀，要臭秽不堪的。你看女人那个月经都臭秽啊，哦，哎，所以但在这个里面入住那个不迷，这是要上好的功夫。入不迷者是四听王，四听王的听王，可以入胎不迷，等住住了几个半月就迷了，出来时更迷了，啊。入住不迷者，这是罗汉，罗汉的投胎，入住能不迷，出胎时就迷了。入住出都不迷的八地菩萨以上，可以不迷。哎，入住出都迷是凡夫，入住是都迷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做功夫就要知道这过程。才能把我们这个路扫清爽，真正成佛。我们的修佛啊不容易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今天有什么好机会得到人生听到佛法，的确是一个大善根大福报，所以要好好修行，不好好修行是不行的，是吧？现在连密这个禅宗，哎，在那里念这个念佛是谁，他不起疑情。念佛是谁，应该随之上起个疑问，究竟谁念的，疑问起才能把自己的妄念割断。那么大摩祖师说，我们要外现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心如墙壁就割断内外。你疑情起了，究竟是谁啊，哎，你说是我，身体是我吗？身体是我，一口气不在身体，不在念佛了吗？思想是我吗？思想也不是，思想是外界客观环境的反应嘛，啊，六尘落下的影子嘛，四尘相位出发的影子，啊，难道不是是谁？要这叫起疑情才行，现在不起疑情，这是念，念佛是谁？念佛是谁？所以不如念阿弥陀佛还好一点。所以现在禅宗人悟道很少，净土宗很方便，很好的法门，但是出现不好的弟子乱说话，哎，三心念佛得以往生，把佛菩萨说的话打推翻，他说的话对啊。竟然还有一种话，还有，只要你相信西方是有阿弥陀佛是有，你相信，你愿意去了，佛都不要念就去了，哎，都不要念佛，只相信就去了，更快更便当，这都是害人的坏事，是吧？因此我们师公，哎，传给我们一个补救现在禅宗净土中，补救禅宗净土中不足的一个法，心中心法。这个心中心法是从于唐密，唐朝就有的，后来因为历代皇帝害怕这个密宗，密宗会是神通，被把我皇帝位置搞掉，
哎，消灭消灭消灭，取消取消取消，就把这个密宗由慧果禅师传给日本的空海弘法大师了。是日本空海大师就在日本的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现在代代相传，还是在传，还是有。所以这个法是我中国固有的秘法，但是断了之后没人知道了，是吧？那现在怎么传来呢？所以来问我们，你们这个心中心法是不是洛那护法传承了？因为西藏的红教有这个心中心法，其他的黄教、白教、黑教、花教没有这法。但是洛那护法到上海来的时候只传一个人，他说这个秘法是无相秘法，是属于心髓部门。因为密宗有九乘次第，有外三乘、内三乘、密三乘啊。外三乘就是要依旧净教、依旧显教，把这个小乘的、中乘的、大乘的佛教经论都依旧通，哎，然后再修法，实体修，就实体修法就是内三乘，就讲到自信了啊。修什么法呢？修鬼神法，因为藏人是需要有一点鬼神的神通，他才能真正相信啊。所以修的是什么卸灾啊、消障啊、发财啊这些法，所以叫是事业部门。然后再进入这个叫升起次第，哎，升起次第，哎，要先修假行，前行再修正行，一分三步。哎，升起次第还是最清显的，就从无到有观想成功。观想什么？观想七百名点啊。这个七百名点修成功，并不是这个密宗的最主要的法，因为密宗最主要的是即生成佛啊，即生成就。这个观想成就啊，这不过是一个转生成就的法。比如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修一个普瓦法，观想我们的脉管从会阴到凡学，也像日光灯管一样的亮，头顶上还住着一个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都住着一个佛菩萨，哎，一只左脚悬着，右脚伸出来搭在这个修行的头顶上，封住头顶，封住凡学，哎，观想当中一个明点比这个脉管还亮啊，哎，用黑子诀，黑子诀，这慧音把这个明点升到头顶啊，头顶上有佛菩萨脚踏住了，不要紧，不会出去啊。用大字诀落下来，再落到丹田啊，就把这个修成功，将来要上西方的时候，嘿，升到头顶，把佛的脚拉开，用一个啪扑了。这个第八十名点就升到佛的心中，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这是一个保障法、保护法。这个法学过之后，就叫你们修大乘法了，要修圆满之地了。哎，所以升起之地只要修圆满之地。圆满之地也分三种了，哎，就大圆满之地、无上圆满之地。最后是无比圆满相应次第，要相应。所以这密法很多，方法很多，很复杂，一上来这些法都不修的，要到最后才修。所以这个洛那护法到上海说，这个心中心法是属于心髓部门，是无相生，比有相高深的很，不容易修，你们不好学。他只教了一个人啊，教的就是我们上海的一个袁希年先生。
他后来也没听到说传什么人啊。这个嘛，在日本东京啊，或者高野山啊，也有这个法。曾经台湾有一个师父出家的，30几岁，年纪不大，住在高野山修6年，知道慈悲方当中有个心中心法，请他的师父传心中心法。他师父说，你还是小和尚，没有资格修，哎，等你这个佛法修得深了，有阿舍离的位置吧，我再给你传。他又不高兴住下去了，我住了6年了还不传，到几次传啊，那我就不在你这儿学，我到西藏去学，西藏怎么有的吧。他不知道西藏有没有，他说西藏这种藏位怎么有。他跑到西藏，哦，黄教、黑教、白教、花教都没有，只有红教有。红教的师父说，你要修心中心法也可以啊，住下来，住在我这里去修别的法，10年之后再传。所以这个法在日本、在西藏都有，他们就不清传，这弄得人家都不大知道还有这么个法。我们师公大愚法师在庐山东宁寺出家，因为他是干政界工作的，哎，他看那些人，那是军阀时代，都是你争我夺，互相水火，都是为自己利益而让百姓受苦，他愤然出家，不干了。出家，他想我自己出家了，我要修一个大法了。修什么呢？他说庐山东宁寺，庐山东宁寺是净土宗道场啊，因为东京慧远禅师创出来的念佛法门啊。那个时候因为是打内战，两派头领打仗，但是都尊敬慧远法师，道德高深，实践经营，不去进犯那个地方。然后说很多百姓就到这个安静地方去逃难避难去了，避难人多，慧远法师看这些人你不能参禅怎么办呢？不能参禅就给念佛，念佛嘛总会，所以再造一个堂，一个是禅堂，一个是念佛堂，从此开始出来这个念佛宗。所以我们师公只有步骤三昧，那净土宗讲动三昧，一个是念佛三昧，一个是步骤三昧。步骤步就是波然的步，就是一般的般，周就是传，这个是修这个法，知准则知。不能坐不能卧，就睡也不能睡，坐也不能坐，只能走，只能站着啊，这念佛三昧，你修成佛陀真理的妙心。因为他也发了狠心要修这个念佛三昧，他说我除十方修，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修下去，发了这么大的愿心，所以他来修这个三昧是不容易修。念佛三昧很难修，因为这个肉体有吃不消啊，一天到晚走路都不坐不睡，哪能做到啊？所以腿都折肿了，不能走了，不能走了。他发了愿要出十方修呢，就在家爬行，拉手爬，爬不动了，爬不动在地上滚。啊，吃这么大的苦，偷心吃透了，心吃透了是若三昧，这感得普贤菩萨现身，起了百相现身。哎，父子能吃这么大的苦啊，难得。哎，其实密法当中一个很容易修的法，不要想你这么吃苦，可有时候事半功倍之效。借佛菩萨加持自力修行很好的，现在我传给你，
你把它修成功之后下山普传大众，补救禅宗净土的不足，你就广传大众吧。所以我们师公受了这个普贤菩萨的作父，受了法之后就在庐山精勤用功，连住七年，那个普渡上地上的草就不都窜出来，窜到他屁股里，他屁股都是烂的啊。下山之后他又没有后台老板啊，没人给他来捧场是吧，谁来跟他修法？他是去受普贤菩萨的委托嘛，作父嘛，要广传，这别人的和我学不怎么传呢，所以他就妙谢神通，是谢了谢神通的。谢神通之后就到当时的太虚大师和这个印光法师的反对骂，你怎么信神通啊？这个信神通只有鬼神之教，鬼神都信神通啊！我们佛法不讲神通啊！我们佛法讲是在明心见性了生死，不讲神通。用神通迷惑人家男女，不是造业吗？啊！所以很引起反对。但是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想啊，因为我要学传这个法，没人在学啊。”先的神通让他们能够想 学这个法、因此所以这个法要造很多魔障啊，所以现在传到现在、真正修法法的利的人很在少数，因为禅宗能等一百百个人开悟，这是很好的啊。现在禅宗说起来可怜，师父也没开悟，徒弟也没开悟，都是用法卷传法。法卷就是像画样的长卷，前面写的四个字正法严藏，后面就叫祖师那边的名。第一代是谁？第二代是谁？第三代是热到现在临济宗，比如说三代五代四代五，传给你三十六代，把你的名记上去，这个好法传好了，就是临济宗三十六代祖师啊，都是这样传法了，这可怜的很啊。所以我们就命中用人夫人家之子弟，有六个咒，比念佛斗，这个汉僧大师曾经讲，大家念佛名号不斗念力，斗不到三昧，那么就改换持咒，有咒也大，因为咒是佛心，佛的心的力量加倍的，你佛的名号，那说也怪不了佛的名字，不是佛的心，而且有手印，手印等于是现在地上的天线，把空中的电波射到这个地上无相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手印就沟通我们的心和佛菩萨心相联系，用这个密咒输传送过去。这个密咒是一切佛心中心陀罗尼，这个咒是不是哪一种佛，是一切诸佛共同证得的这个大咒，所以是力量非常大，加持力强，所以叫如法修持，所以就是一切都当中的确能打开。现在我们在大陆传法传的人，打开的人就不止一个两个啊，像禅宗说是能一个两个人开悟就不得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法比较容易一点，
他得到佛菩萨加持力量大，哎，可以补救禅宗和净土宗的不足。现在修净土宗人假如修得很好，念佛念得很得力，等能够念得入定，能够把身心化空，那也非常好，就照样念佛，不要修别的法啊。同样禅宗人参参参很得力啊，很得力，参的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啊，很得力，那也不要改换，不要修别的法啊。相反，下次修其他的法不断力，那就可以改换改换，修这修中心法啊。所以这个法力就是这样子，修这法也并不难，就是接近持咒，就时间要长一点，长到就每一咒要做两个小时，哎，不做两小时不算，因为他力量达不到，不够这个力量，做两小时这力量才够，而且要不能今天修修明天停停，要一贯地修下去才很快。更重要的是上座的时候要实心塌地，不能想着事情的事家庭的事在座上去想念，不能。要修法时譬如我已经死了断气了不管了啊，只有心念咒耳听咒，其他不管啊，念咒随便怎么来我都不睬，就把咒提起来就是。更重要的是下咒，因为我每天24小时，这2个小时打坐用功，其余22小时都不用功，这个用功的时间太短，定力不够，所以下咒时要每每关照，哎，要起用，就是我们做事就起用，就做事时关照着自己，不要动摇。尽管做事，就不是像人像你自己做，像别人在做一样。做完之后，这事我也没做过，一点痕迹都没有。要这样每每关照，我们这样修持下去，不用一切咒，就真正能打开来见到本性啊。相反，不如法修持，做的时候是妄念颠倒，想这样想那样啊，做过之后也不是连续的不断的做，还是今天修修明天停停。还有下咒时不关照，忘其所以跟境界跑，那就比较接近难一点了，哎，不是一切咒之类能打开来的了，哎。假如我们真正的如法修持，不需要一切咒，因为我们在大陆传法传了这么多，好多人都没有到一切咒啊，有的人100多座就打开，有的人300多座500座就打开啊，所以这个法很快证道。但是我们要说回来，证道本性是不是就成佛，好像修禅宗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法是禅为体嘛，还要断业念无明，就把四诸烦恼断掉啊，哎，尽一处住地无明，哎，就世间爱地住地烦恼，哎，欲见爱住地烦恼，哎，无世间爱住地烦恼，就是一念无明消光，就证到第八级菩萨，这个生死就分段生死就了了啊，分段生死一了，那么就容易了，再断后面的
这个法子，就是尘沙无明，尘沙无明断了，那么就真正能复国了。所以成佛，今天我们把讲这个过程啊，每一种的修法和大家谈一谈啊。我们是啊，两个小时已经到了。没有到。没到。好。好，我们再讲一点别的东西啊，这个事情。有修法，这个法门是无量是吧？我们刚才谈的就是净土啊、禅宗啊、密宗啊，是吧？密宗的法门是很多很多啊，是吧？从有下面说来，是吧？这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是吧？比如我们要修到这个密宗所说的大圆满次第啊，他也要修赤觉、脱伽，分为这两种来修。赤觉就是一断，脱伽就是顿超，一下就超过去了。我们能够念断呢，就是我们去告诉大家，一念都不要瞎想啊！断，时时刻刻断，把我们念都断掉，不要动啊！因为要认识这个世界都是虚假不实的，《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相的法事情都是假的，所以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就叫我们不要做相。实际上我明心见性不难呢，就是见诸相非相啊。为什么呢？有这些相，不是别的东西，是我们的性。因为离开我们的心就没有这些相啊，离开我们的心哪里有相啊？刚才我们说造房子就靠我们的福性绘图，后来工人造房子舌尖的动也是靠我们的福性的动在造房子，这些是相都现呢，不都是我们的福性显现的吗？不是我们的福性所变化的吗？这些相不就是我们的性吗？所以见相就见性，就等于我们开始电能量就进电一样，就从相上的反正我们的心，见了电能量了，那是电来了，电不来不会亮了，是吧？你去看电是电无形可见的，所以是有相就不对了啊，这个《楞严经》说得很清楚，《楞严经》说：“知见立子，即无明本。知见立子，即无明本。”就是我们时时刻刻，我也知道这样，也知道那样，无聪明流利的不得了，一点不愚笨啊。这个知见很坏，叫手指障。但是人都已经很好，加上一个。我觉得很正确的道理，其实错误。我们能见能闻能止能觉，这个东西都是假的妄性，在这能见能闻能止上去找我们真如是找不到。而在我们锻炼时，刚才我们是要断，在我们锻炼时就一点不生时，才能见到这个无见无闻的这个真心。这个真心它是无相可见的，你有见有闻去找找不到。所以知见念子即无明本，这就是无明生死根本。知见无见
世界涅槃，啊，这《楞严经》是两句话。知见无见，你只要看这些东西，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不着相，我不着相，我的见性，啊，所以是这个东西无见无闻，那才是涅槃的根本。你着相，着有知，有知有见，在有知见当中认为有知见，那就是性也错误了。所以人修法，修法修的就那个影子啊，他修个本尊啊，看到本尊的影子，见到了，哦，悟到了，我见到影子了。那个影子怎么是你的本尊呢？啊，你自己的真正的本尊是无相可见的，他一法不念，哎，一丝不挂，哎，一尘不染，哎，无尽无闻。你看大牟大师被这个梁武帝问啊，梁武帝问他对人在谁，你对到我的，你在我对面的这个对，那是谁？因为这个时候梁武帝已经有点不开心了，因为梁武帝询问大牟大师的时候是夸夸自己的功夫了，我渡人出家，造福寺，塑佛像，转经，上座讲经，你看我的功劳大不大？大牟大师叫他一桶冷水，毫无功德，他很不开心了。哦，父亲他说功德大的不得，你怎么说毫无功德的呢？啊，所以他就拿个问题问问他，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因为梁武帝会讲经的，圣地属地啊，圣地第一义，就圣地讲空，一切都没有；属地讲有，是吧？第一义在就非空非有，就拿个最高原则问题来问这个大牟大师。大牟大师，大佛的大师，果然无声。其实这时候是虚空辽阔的大的不得了，大虚空无声，这里面没有凡没有圣啊，就只是他我们的佛性，就像虚空这么辽阔无尽无闻，哎，没有凡没有圣，只是你尽心。但梁武帝不怎么聪明，哎呀，你是枯然无声，你圣都没有啊，人家说你是圣人嘛，西方圣人那动土来传法来了，你怎么说枯然无声的呢？所以就问他对人在谁，那你是谁啊？嗯，所以大牟大师说不识，不认识。为什么说不认识呢？因为绝对真心，真如妙体，绝对真心，没相对的，没两个，没两个，谁认识谁呀？我有两个嘛，我认识你，你认识我，现在没有两个，谁认识谁呀？来呗，梁武帝还是不懂，哦，你也不认识啊？哎呀，你不行，不行，不行，嗯，所以梁武帝拂袖归皇宫去了，不采领啊，所以他不投契，哎，不是禅宗的这根器，不投契，所以大牟大师就一苇渡江到少林寺面壁了啊。那就是两只脚走路，自己走路，有密法流禅，等于是乘车子、乘飞机，省力了，自己不用力了，所以是可以补救一下子，但是也好好用功，不用功还是不行。还有我们在用功时要认识，折寿骆驼也不对。比如我们用功啊，大家都晓得要一念不生，要把这光阴消除，
那跌跌不生不是一边起来，是驾驭不起。假如能做到，也是死的，就变得土木精石，这样也不容易做到，因为是本是亚草，失去草又生，不究竟。我们要知道，一念不生，不是死了的不动于生命的不由，所以人常常误会。一念不生，就现在我能够不生念的这一分钟，哎，一分钟都把它给念得起来，我们把这一念不生的时间拉长，拉到五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一小时，一小时到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不起念。这个地方是九两关吗？我们一念不生就到了，其实走错路了。那你死在那里不动了。我们修佛是活佛，要起妙用的，不死在那里不动的。所以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里说得很清楚，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悟能禅师是做这持经功夫的，他说不能有伎俩，能断白思想，对境性不起，菩提日日长，就算自己功夫好，有伎俩啊，有本事啊，什么本事啊，能断白思想啊，我什么思想怎么起了，都断掉了，是不是在这世界死了就是成佛了？不是的，变土木精石了还行吧？所以我们修法修错了，就变成土木精石了。所以六祖大师要度他，你走错路了。所以六祖大师从这个机制，就是说，慧能无伎俩。我慧能没本事，为什么说没本事啊？因为一切众生同具如来智慧的相，都是一样平等，没有搞相，不是比他本比他本事大，他比本事小，一样是一样，就是我们的本性没开发出来，我们要用功把开发出来。所以气不外乎同一体不一样啊，没有哪一个佛比哪个佛功高一些。所以现在那些外道邪教就说释迦牟尼佛功夫高，释迦牟尼佛才证到第四地，哎，我功夫比他高，我证到第五地了，这是胡说八道啊！这是谁说的？这是法轮功的祖师，就李洪志怎么讲，都是胡说八道，哎，所以六祖大师说，未来无伎俩，没什么功夫，功夫本事不本事，啊，不费劲，先处起，不断白思想，你能断不断？不断在思想，为什么要做事呢？所以人问我，哎，我们要修佛法的要做事，怎么好问你们不要做事啊？啊，哎呀，我说对对对对，你也不做，他也不做事，社会上是谁在做啊？啊，我们要做啊！这个《法华经》说得很清楚，自身禅一般修行。自身产业就做生意做买卖，不爱修行啊！刚才我们的法理一个居士讲的，我们不能不发财呀、啊，不发财我们就不能出事了。你啊，不是我们不是不发财，我们当然也要发财，
就发财发这个道理，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不做了不正当的行为，啊，欺骗、狡诈、盗窃、受贿，那是也不能做，啊，要做正当的行为，啊，所以我们发了财能做很大的好事嘛，不是不好发财，啊。所以我们要动白思，不断白思想，要做工作，要做什么生意，还要消息灵通，现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哎，什么是最行销，你就做哪一样生意呢？那么你这人是前头做，你就发财了。你消息不灵通，坐在人家后面，人家发的财你都倒了霉了，人家财发的去你找不到了。所以财还是可以发，不是不可以发，是正正当当的发财，是不断摆思想，对境心术起哦，对其境界我们要处理吗？是吧？要安排吗？要解决吗？所以对境心术起，菩提众目长啊，菩提是正智，哎，我们的正智慧就是我们的法身，没有正经的，他再凡不解，再生不正啊。我们成了佛还是老样子，没正加一分，我们做下地狱，我们的这个正智光明它也不结合，就比如一个珍珠，一个珍珠，你拿外面的蛋泥把它裹住了，那是珍珠光明发不出来啊。你把蛋泥笑掉洗清爽，那珍珠照样亮，它不少一个光明啊。这菩提没有整齐，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啊，时时在经上用功，哎，将养生不好做，就做的时候不要往心里去。所以两句话，就于事无心，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就是我们做事的时候啊，不要有患得患失的心。住经观住，尽我力量，力量住为大众服务嘛。我住得好，哎，不是马马虎虎、敷敷衍衍，要住得好，哎。就像我们烧饭，啊，就是要烧得好，哎，色香味都要烧得好，今天烧得对，不是哦，我们吃东西嘛，马马虎虎好了。这禅师在禅堂里，在厨房里就调制了。你的颠座师傅啊，就是烧饭的颠座师傅，要尽心尽力烧啊，把这饭菜烧得好，让大家吃得好，哎，有精神去打坐参禅开悟，这是你的功劳。你饭烧一泡，人家吃不下，精神不好，是你的故事。所以并不是我们修护法了，一切都是马马虎虎乱做一套的啊，都是空的，都是假的，不要紧乱做空的假的，不做事要做的真正的啊，不能是空的假的就乱做事情。所以我们尽心尽力的做，为大众服务，那才对。所以对境心术起，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得好，也就是做大家，不是不做事。我们在做事上用功用得好，力量才大。大慧高祖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在家人修道比出家人修道力量大二十倍，力量大二十倍，什么缘故啊？就是出家人锻炼的机会没有在家人锻炼。
这家人有妻子儿女的烦恼，有工作的烦恼，是吧？家庭社会的烦恼都多，而出家人要你很清静，清静返场啊，没什么事情，是吧？锻炼的机会就比较少，所以力量很差。但是我们说回来，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锻炼机会，就好好的经得起锻炼。假如被他钻倒了，我们跟今天跑了，是吧？时时刻刻形成散倒啊，不太平，那么非但力量不大而是弊，而且力量都没有，你跟今天跑吧，还能成道吗？是吧？所以现在有很多家庭不和睦，闹离婚，是吧？都是烦恼啊，是吧？这烦恼怎么解决呢？要心空啊，解决心空啊，要住相啊，啊！你的人实在不好啊，那你就离开。你的人能改过自新，我们就不必离开啊。看能不能改，能不能改过，就互相原谅哟，两方都要原谅，不能光说一方啊。实在改不好，在后面挤在一块了啊，那离开就离开，无所谓啊。我们单独不能过活吗？难过啊！我们过活的都是我们六十七十多种。不是福性不足啊，福性不足足，有人认为是福性不足，福性不足足，是我的六十七十足足，因为我们的七十是恒神思量，不停地动脑筋，不停地在想啊，神是考察分别啊，恒是经常的。经常是这样做。第六十是神而不狠，他也考察，他也思维，他也分析，但是他不是经常，不是吗？我们睡觉睡着了，思想就不动了，第六十就不动，但即使还是在动。我们入定了吗？这个第六十也不动了吗？所以我们能够出一生真啊，一生真怎么出来的？就是我们六根门头清净，就第六识不动的。我们前五识眼耳鼻舌，那是我们打住它就动啊。眼睛我不看东西啊，耳朵我不听声音啊。那有人在打住在听电视，那就坏了，不是听电视啊。是在听自己念佛念咒的声音，把耳根吃了啊！鼻子就不管香臭了啊，舌头不吃东西了，就不管甜酸苦辣了啊！所以我们第六识不动，那前五识容易不动。六识不动清净了，第七识就自由了，没东西压住它。不然的话，这第七识是传大识，你第六识的消息传过来，他就接受，接受了之后，他往第八识的唱，那传大识嘛，就是前面的消息往第八识的唱，这第八识的种子多得不得了，哎，是一切烦恼种都在第八识里面。这个六识清净不动了，没有消息传给第七识了。其实第七识就自由了，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打坐就能入三昧，就入正定，这个六识不动了，其六识清净不动了，第七识就自然出来了。你不要它出来，不要动脑筋，第七识不出来了，不要动脑筋，它自然就出来了，前面没有东西挡住它了嘛，是吧？所以复兴叫一生身，就是第七意识的根，就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的根子第七识，这第七识是意根，这意根生的身体就叫意生身，这变化很大，就看我们共识写。第一种意生身就叫三昧论正受意生身，三昧是镇定，住在打住不定，三昧论我们入定了之后，身体都融化了、溶解了，快乐的不得了啊！这不是世间的一百块的好比不上。正受不受一切受，但是什么都不受，因为不受一切受是没有消灭三根第七识，第七识就自由地跑出来了，一生生。那么这时候，这是一个一生生。只有一个，而且出度不能自主，不是要求就出来，还要等你心得清净了、入定了才能出来。还功夫深长啊，这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深长功夫深长了，到第五地菩萨来生地就可以做三个一生生，就像道教所说的一气化三清，那时候就可以自主，要出就出，哎，要回来就回来，啊，所以功夫要深长，所以做功夫是无止境的。假如再功夫下去，超过第八地到第九地，那么你能够发出总为居住一生生，就是不光是信任，信一切东西都来信变化啊。所以我们能够信任一切世界讲都来信，所以就总为居住不缺少什么都能变现。因此说我们的佛经是个大宝藏，居住一切不缺少东西，不需要向外追求，你只要向内看啊。所以我们